大家好，说一说俄乌战争啊，好久没更新了啊，因为最近呢一直都在关心啊一些乱七八糟别的事情。俄乌战争呢发展到现在啊，我觉着进入了一种很无聊的僵持阶段，因为我也不认为啊现在俄罗斯能打下来乌克兰或者达到自己的这个战略目的啊，乌克兰呢那更不可能投降，对吧？甚至前一阵儿前两天吧我还看了个新闻啊，挺逗。是说呢，这个俄罗斯呀，驻联合国的应该是大使啊，还是外交官吧？说呢，我们俄罗斯呀，绝对不会投降啊。但是那句话呢，其实有很多种翻译啊，你可以翻译成呢不会投降，也可以翻译成就是说我们啊，就我们这些外交官啊，此时此刻啊，在联合国不会投降啊，反正这么个意思吧。但是呢，一定程度上你也反映出来了，就是目前俄乌战争的一个焦灼的状态。因为最初开始想嘛，说能很快达成战略目标，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普京大帝呢，就可以胜利凯旋。但是现在拖现在啊，实际上俄国越来越没底儿啊。为啥呢？因为他也不可能用那种毁天灭地似的啊，就是完全比如说搞这种焦土政策，对吧？你说俄罗斯能不能搞？当然能搞啦。但是你那么搞的话，是吧？那你俄国也别混了，你不成那个法西斯了吗？对吧？在现代战争下呀，肯定有误伤啊。但是你要是说大张旗鼓的，像国内的很多一些爱国网民吧，就是搞什么大炮轰啊，什么导弹洗地，是吧？不是不行啊。但那样的话呢，俄罗斯基本上就被全人类啊开除出这个地球球籍了啊。到时候中国想保也保不了啊，好吧，还是看这个相关新闻吧。说俄媒呢说最近有更多的这个投降的啊，这乌克兰军队离开了这个亚速钢铁厂啊，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多人瞅这个亚速钢铁厂，就盯着他做新闻啊，对吧？我天天都能看见亚速钢铁厂这新闻。你说这俄军和乌军是除了这块地儿之外没有在其他地方进行火拼吗？啊，肯定是有交火的嘛啊。但是哎，你说这个亚速啊，也就是亚速营待的地儿嘛，你看这个字也差不多，对不对？一听就放在标题上面就来感觉了啊，这确实也是个战略要地。所以多报一报也无所谓，但是天天报啊，说实话我也看吐了啊。说目前呀，他们说有更多的人啊离开了亚速钢铁厂啊，投降了啊。一开始前两天呢是零零碎碎的啊，我记得前两天报的新闻都是说又离开了六七个啊，这反正多少个吧，还这种人，我纳闷这帮人也挺逗的啊，挺有闲心来数。反正今天呢投降数特别多了，对吧？你看，据说是有这个，你看。包括51名重伤员在内的265名亚速钢铁厂武装分子投降啊，然后说这些人呢均被送到了顿涅斯克的新亚速斯克的医院接受治疗，对吧？这是照片嘛啊，在车上睡觉的这些亚速营的这些武装部队啊，你也说他是什么纳粹也好啊，什么也好吧啊，我还是要纠正一下啊，不是说在亚速这个地区的所有武装对抗的人啊，乌军那边的都是纳粹啊，只是说这是亚速营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武装组织啊，他在亚速啊，不代表这边亚速这个地区的所有武装人员全都是纳粹啊，只是说肯定是有相当一部分嘛。而且最逗的是啊，你瞧前面，你看这后边这大巴车嘛，前面这个装甲车、坦克是吧？我也分不清楚啊。然后呢，泽连斯基表示呢，说亚速钢铁厂的撤离行动仍在继续，对吧？这特有意思，你看撤离行动啊，你说投降不得了嘛啊？撤离是什么？撤离是说我在这个自主啊，我就是我自己绝对没有说外界胁迫呀、押送啊这个情况下，我们选择对不对离开了这个交战区啊？但现实情况下，你是在这个俄军的押送下啊，你上去的，对不对啊？那你说你管叫撤离吗？对吧？你又不是说这个平民啊，你是一个投降了的武装人员。所以你说让这个乌克兰啊这边承认说投降了，就很难听嘛啊。所以现在包括路透社啊什么的都花样百出啊，用各种方式来描述投降这个词儿啊。像过去我们说嘛，说那个打不过了，带我们跑，对吧？我们不叫逃跑啊，不要撤退，我们叫向另外一个方向前进啊。你看把一个撤退这个词儿啊，用了一个非常主动的啊，一个积极向上的那个词儿，就圆回来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西方的媒体也很小家子气啊。然后呢，据央视报道呢说啊，本来当天顿涅斯克的武装指挥官说当天预计接受的亚速钢铁厂投降人员为1000人，但是距离天黑关闭通道时间不多所以远远达不到这个预期数字因为就是你也不可能一下全接受，对吧？那你说那边过来了，你敢吗一帮青壮年突然给你接，把反过来劫了对吧？有风险嘛，就是一点一点来吧，我就来一批上去给你搜身对吧？有没有什么藏个手雷乱七八糟的，先搜一批，对不对一点一点来。而且天黑嘛，你要投降，你说你对吧？我哪知道你有没有拿枪可能是在这个可视范围比较好的地方白天嘛来一点一点接收最终预估是1000人左右说残余守军可能在试图摧毁设备就是一些像乌克兰自己的，还有像美国呀什么英国呀他们援助的嘛说以避免顿涅斯克武装方面呢得到情报然后说这批人里面呢50多名是乌军重伤的，211人呢就是说他通过交换程序，因为两边都有战俘嘛你现在弄得好像这个俄军又势如破竹了很多也被抓了所以说就交换嘛一个换一个，对不对？然后这帮人将会通过交换程序
返回乌克兰控制领土啊。纽约时报呢发文称说，乌克兰在马里乌波尔完成了作战任务，并称乌克兰士兵啊撤离啊，就投降了嘛啊，这标志着亚速钢铁厂的战斗结束啊，就是告一段落了，对不对啊？然后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啊，嘲讽嘛，说我不知道英语中可以有这么多方式啊来表达同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就是亚速营纳粹分子啊无条件投降了，对吧？反正肯定还是要扣帽子嘛，就是说的肯定都是纳粹分子，对吧？因为确实肯定比例很高了啊，对吧？然后最逗是什么呢？你们回忆一下，前两天其实看新闻的时候啊，在炒一个新闻是啥呢？是说亚速营那个地方啊有大鱼啊，你叫大鱼，对吧？当时都猜是谁，有人猜是这个咱这个税王啊拜登的儿子啊，后来发现不是嘛，辟谣了啊。还有有人猜呢，是不是和这个什么教皇啊有关系，对吧？为什么呢？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可能是五月初吧啊，就是当时国庆节回来没两天啊，教皇啊反正做了一些表态嘛，对吧？然后像那个拜登也说了一些话，所以大家基本就是本能的呀啊，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找一些能和那个时间节点其他信息能匹配上的啊。但是你看这个新闻到现在，这亚速营也投降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顿涅茨克钢铁厂嘛，说错了，这亚速钢铁厂嘛啊，也拿下来了。大鱼在哪儿呢？反正我到现在没看着啊。我觉得当时你说那些炒作呀，有大鱼的那些自媒体，你说都搜一底料啊，发现没有大鱼，你说尴尬不尴尬，对吧？尴尬不尴尬？当然我也替他们想好了啊，有各种这种挽尊的方式嘛。你也可以说，哎呀，这大鱼啊早跑了，对吧？说，哎，这大鱼呢就不能跟你说，是不是？对吧？反正有各种各样的给自己洗涤的解释嘛啊。反正流量当时赚了啊，那现在呢打脸了，没有大鱼，对不对？他会道歉吗？啊，他不会道歉嘛。反正你当时在节目里嘛，像模像样的分析一大堆啊，搞到这个好像有什么一手情报啊，乱七八糟的，其实啥都没有，都是拍脑门嘴瞎鸡巴猜啊。然后今天呢？关于泽连斯基啊，还特逗新闻啊，就是说这个戛纳电影节，对吧？非常知名嘛，一般就那么几个非常知名的啊，小金人是吧？就是业内最负盛名的啊，这个奥斯卡，然后呢就是这个戛纳啊，戛纳这个电影节呢，在国内反正啊，知名度可能比这个奥斯卡差一些啊，但是我觉得说它是第二知名的，应该是没问题啊。国内很多影人嘛，也都是以自己那戛纳那块呢走红毯，对不对啊？就是维奥嘛。然后呢，按说一个电影节啊，然后呢，你还理论来说啊，跟政治没啥关系。一般很多人都说嘛，说这个不要让电影啊，就是这种艺术啊和政治沾边啊。但是这话呢，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是个屁话了啊，大家都越来越多的掺杂进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宣传呀啊，因为确实现在东西方的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嘛啊，所以你要说艺术作品啊、电影啊、文学啊什么的，政治没关系，对吧？那这个，你说那话，你现在自己还信吗？啊，现在这也没人提了嘛。至少戛纳现在，你看泽连斯基啊，用远程连线的方式啊出现在大屏幕上面啊，底下这帮一般都是岁数很大啊，一些评委什么的，对吧？老爷子们啊、老太太们啊，肯定一脸懵逼啊。但是属于什么呢？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因为现在泽连斯基啊，现在是个网红了啊。当然很早很早之前，他演那个《人民公仆》时候，他已经是网红了啊。他这个镜头感呀、就比较强啊，到哪儿呢都是穿着一身这什么呀 T 恤啊，这个显示自己非常强硬嘛啊，非常干练啊，仿佛随时随地啊身在这个战场。但我这么说也不是瞎说啊，因为他确实还是有点胆儿啊。你还记得俄乌战争刚开始那会儿嘛？很多人都说泽连斯基跑了啊，那时候也是自媒体嘛，天天说啊泽连斯基已经逃离了这个基辅了，对吧？哈哈哈啊，结果后来发现人没离开，人正在基辅，对不对啊？你说最后谁打脸了，对吧？谁打脸了啊？反正泽连斯基，对不对？现在网红嘛，到处串啊。他本身就是演员出身，演戏很好啊。那你觉得这演员是不是？哎，上这个电影节了？哎，我觉得挺好啊，很匹配嘛。毕竟也是演员嘛，演员出现在这个电影节的大屏幕上啊，很正常啊，很正常是吧？不知道以后这个像未来什么奥斯卡呀、戛纳呀，对吧？会不会给泽连斯基颁一个什么特别奖项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然后泽连斯基就黑了一下这个乌克兰嘛，说黑了一下俄罗斯嘛。啊，说他用了现代启示录，对不对？说我喜欢凝固汽油弹在清晨的味道啊。那你说你这话说的对不对？这明明是一个是这个，我记得那是越战对吧？越战那美国和越军打啊。那你说你拿美国说的一句就是反人类的话啊，特别特别右翼的这种战争疯子的话啊，那美国乐意吗？是吧？他拿这话呀，其实是扣在了这个普京身上啊。然后他说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是从早晨开始的啊，就让因为现代启示录嘛，在美国就是作为一个反战题材电影。经常会被人引用啊，所以你用这个来说这个普京，对吧？大家一下就带入了嘛，啊，非常有画面感啊。然后他随后呢，他用卓别林啊，1940年的那个知名电影《大独裁者》台词说，人类的仇恨会过去，独裁者会死去，他们从人民手中夺取的权利啊，将归还人民啊，并反问道，说每天战争导致了上百人死亡，这些人呀没办法在电影结束后鼓掌，然后起身，那么电影究竟是要保持沉默，还是远离沉默呢？啊。
电影真的要置身事外吗？啊，就是他现在在呼吁吧，啊，这电影行业从业者，你们要积极表态啊。其实从他这个政治立场来说呀，我觉得倒也正常，对吧？他肯定是要尽量保证乌克兰能不被攻下来啊，至少不被攻下来，对吧？当然有条件的话，可能还要反攻。咱这个演员同志啊，是很有野望的啊，嗯，所以能护多少是多少啊。本身电影嘛，现在很多都是一些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嘛，嗯，当天对不对？那个怎么那个至尊啊，大法师对不对？奇异博士嘛，啊，里边出现这个轮子的这个爆箱啊，你说有意还是无意的啊？你也不知道啊，但是你多去说嘛，那很多电影从业者啊，他慢慢的对说多了，他自然就会慢慢潜意识里边接受了或倾向于了啊，这种说电影啊跟政治意识形态啊还是要绑定一下的啊。而且就是乌克兰这战争嘛，它也有它道理，就是它本身是你可以说是反侵略战争啊。那怎么说不乐意了？肯定有人说嘛，说这是一个什么反纳粹战争，对吧？这个俄罗斯是正义的啊，是吧？你可能是为了打纳粹嘛，但是无论如何你也是入侵了别人的领土嘛啊，你所以说乌克兰是反侵略啊，这是没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泽连斯基啊自问自答说，这个卓别林的独裁者没有毁灭真正的啊那个独裁者啊，可能说是这个希特勒吧，说但是呢，好在电影没有保持沉默啊！现在我们需要一位新的卓别林来证明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电影并不是沉默无声的啊！然后呢，出那么喊嘛，不要沉默，继续战斗啊！为了自由而战斗啊！我们需要电影来告诉大家，胜利永远站在自由一边，自由一方啊！我确信独裁者会输，我们会赢得这场战争，荣耀属于乌克兰啊！非常具有煽动性啊！嗯，好吧，后来官网找了一些推特上的一些海。也不知道啊有多少人点赞啊，反正就是说他你这个不应该把电影和这个政治啊给捆绑在一起啊，好吧，反正嗨，这不知道从哪找呢，嗯。然后就有人提嘛，你瞧这个华表奖啊，每年就是因为多颁了几部主旋律电影的奖项，年年被公之喷啊，现在小心翼翼的啊，对吧？但是这样，我觉得华表奖啊本身政治意味也会很浓一些，我倒不是说不支持他给，但问题是你给完了之后啊，最后你说这玩意儿呢都是业内互相肯定，业内互吹嘛啊，那你说你自己天天搞，那你的这个威信啊就会降低啊。就不是说不让华表奖啊来颁这种奖项啊，但是你要给多了呢，对吧？大家不信你了，你自己说谁尴尬啊，谁尴尬，对吧？戛纳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一样啊，对吧？你现在跟这掺和上了，可能因为是吧这个乌克兰是个反侵略嘛，可能声望受损比较小啊，但是你毕竟还是我觉得沾上一个污点呢，行吧，今天新闻说到这里，行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点小铃铛啊，谢谢大家。